在左手边的部分啊，那个就是我们往那个双城站的全线的路线。然后我们运行的模式有两种，一个是大圈的，就是到双城；另外是从安坑站就回来的。所以左手边月台就是往这个双城站，右手边的月台就是往安坑站。那上面各位看到这绿色的小点，绿色这个小点哈、啊，这就是我们萤火虫回家的路哈、啊。那当2月5号，那个新北捷运安坑轻轨14站9:49。开箱首站。对对是。好，那接着报告这个，各位看到这个非常安坑的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了。就是我们有国内跟国外有四座艺术家有创作89幅叠在这个我们场站里面。那我们特别，真的是很脏啊！右边是环状线的十四张，左边是安坑轻轨的14张。系列各有种。那我们在栏杆上哦，有设置一个 QR code， 啊，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寻访，一扫就可以知道说它一个。对，这边可以看一下。对。哦，进站了。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。有台列车进站。但是不是所有的蝴蝶都有啊？但是有些是艺术家创作，它就没有名字，它是那个美感的一个。对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工作麻烦我们引导我们媒体朋友到联防点。我们引导这个媒体朋友到我们 B 到联防点啊。不能过去吧？部长，这边请。应该可以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，啊，不行。应该不行。怕有人呐，应该不行了，还不行过去。应该算了，可以过去吗？对，那个，那等十号我们就可以了。不错，现在先开箱。掉进去了，他说不能再进去了。都超开心的啊！之后就会搭安坑轻轨，然后这边是还有双城，双城就可以往月台移动。那月台这几节线我们要留意月台的安全哦。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往月台移动，可以参观。那今天列车是不能上车的哈，那你们知道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走了。历史一步，往双城，往安坑。安坑轻轨，新北捷安坑轻轨，小心哈、啊！期待十号那个试营运。10张，然后往安康，然后两种，然后往双城。真的很赞呢！其实它就那个2020的台湾车。这个路上面的妈咱们多多订我们的一个航线，来再见，拜拜。好赞哦，14种。
新北捷安坑亭的十四站。到下面跟妈专门多多点了，对，下次再跟妈来。各位乘客，为了维持秩序与安全，请勿在后车站及列车上奔跑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拜拜。各位乘客，再见，拜拜。